其实我也比较紧张，也有压力，但是这两天我一直在想，我这次绝对不能紧张，因为我现在我身上的责任和压力重大，我一定要为老师为我们战队要争口气，所以今天我觉得我是最放开最状态最好的一次。然后我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，我到中国好声音的这个舞台，我是带着我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来的。我在盲选的时候我也说过，我想把我们民族的音乐和流行音乐结合到一起。然后非常感谢李健老师一直都支持我鼓励我，然后做民族和流行的结合，然后每一次他帮助我，很细心的研究每一首作品，然后他就帮我结合到完美，结合到极致。然后我给李健老师说一声谢谢你老师。应该的应该的。